闻，来看这件，是无听到乌烟乌烟，也就是恶意要讲砸救护车的。高雄永安消防分队驶救护车载一个患者要到病院来急诊，有一台小火车就挡伫个头前，啊，这个小火车的前面拢无车哦。这个救护车的驾驶家己喇叭字真济解，对方也是无让路。即卖警方已经展开调查。救护车出动，一直等警力，头前这台小火车拢无拍算要让路。救护车的驾驶二喇叭，这台小火车赶快挡在头前。喇叭二开路，要过这台小火车都是无让。高雄永安消防分队在六月七日出勤的时，在一个患者要去急诊的半路，对着这台车拢无要让。你看当时这台车头前并无其他车挡掉的，啊是安怎无要让救护车？敢讲这个人在驶车时拢无听到？在车顶，在无开音乐的情形下，会使真清楚听到救护车的警铃声。那是有开音乐，虽然有较细声，不过依然有听到。当时这个小火车驾驶是安怎会挡路？警方已经开始调查。单向车道的话，麻烦以右往右靠为主了哈。那如果是双向车道的话，麻烦就是往左右两侧靠了哈。那切勿了哈，切勿紧急刹车了哈，以原车速缓慢缓慢的减速。消防队员表示讲，对着救护车、消防车、警察车以及工程车，一定爱让。你若无让，就会被开罚单，并且吊销驾照以外，耽误任何救护、救灾任务，造成伤亡，佫可能会犯法被上班。好嘞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